朱经理啊，我的就是想怎么跟你讲呢？就是我们那时候加工的时候啊，我们是从两个药孔这一头开始加工的，这是一个孔一个孔的，这都是从这一头加工到这一头来的，一个孔一个孔加工，然后再加工到这一个孔的。那么我们要怎么量到它这一块板和这一块板它们两个同心呢？我们就量这里，从构筑那里来看这里数。量到这里，你不要看总长，总长的话，它这么长的话，它洗穿洗肯定有误，一两个毫米、两三个毫米误差肯定有可能有的。那么，这你在当时你们当时客户量的时候是量哪里呢？他是这样量，他是量到这里，这里的话，那么它肯定会有误差。这里的话，因为它总长它长短。跟这个总长和这个总长它长短的话，可能有一两个毫米误差的话，那么你量这里，它肯定有误差的。你这从，因为我从那边开始起数加工的，一直到这边来的话，他们两个的数基本上是一样的。这的如果这样子的话，那么他们两个是同心的，是一样子的话。